有一点得团上写的。你板头入弯的时候，你后面要持续加力，在这个刃上走过去。啊，好，有感觉了。都是全走刃了，就是你自己要控制你的速度，不能太快。太快了我就慢了一点。好，走得好。这个很好啊，走得很好，非常好啊。学的还是挺快，比大部分普通人学的快。脚刹车太累了，但是已经滑得很流畅了，哎，这次不白来。对对对，不白了，走。